42岁嘅杨思琪虽然系两位小朋友嘅妈妈，但样貌同身材都依然保持得好好。佢早前就应玄学大师李居明邀请，为粤剧《梁红玉击鼓退金兵》试造型。因为疫情关系而冇办法不上拍剧嘅佢，获李居明师傅指点，话佢来年影视齐飞，未来4年会猪龙入水，令思琪开心到弹起啊！师傅亦指佢旺桃花，牛年流行子弟恋，鼓励佢勇敢面对。但系佢就笑言，身边确实有唔少男朋友，不过大部分都细佢10年8载，佢唔能够接受子弟恋，所以都拒绝咗。